佛教我们常常修布施供养，跟一切人结善缘。啊，宗教的团结，宗教的和睦，我没有想到，我这一生还能看到。啊，很可能会变成事实，那真是破天荒。啊，我再过几天要到澳洲去一次，这次去5天回来。啊，图文巴这个小城，宗教大团结，我回去参加他们团结会议。啊，这些宗教领导人们在一起，跟这个市政府的一些官员，啊，他们也都来参加了。啊，市长都来参加了，大家有个共同的想法，把这个城市做成全世界第一个和谐示范城。这个太理想了，这个做成功的时候非常有意义，所以他来邀请我不能不去。啊，我去年不过是说说而已，他们今天真干了。啊，这中国人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发了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啊，没想到他们真肯干。啊，这个也是有影响，我们在图文巴10年，啊，10年推动的社会和谐产生很大的效果。那我们把这10几个宗教联合起来，啊，前年在图文巴做了一次，联合全澳洲的宗教，办了3天的活动，啊，宗教团结的联谊会议，啊，现在我想用一个小城做榜样，那个国家太大了，很困难，做个小榜样。小榜样做成功了，那就会起很大作用。啊，我想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朋友们都欢迎去参加。啊，我们共襄盛举，宗教团结的根源是在新加坡。啊，1999年。啊，我们在新加坡做出来，那是世界上第一个，啊，根，啊，那发展到一个城市，这是真正不可思议，这是每一个宗教神圣的价值，神灵的保佑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啊，怎么会做成功？